这联谊是你办的？是啊，哪有金子，哪就有我发光的身躯。那正好，熟人啊，怎么付钱？想通了呀，想找我复合，这就对了嘛，回来跟我当老板娘多好呀。你想多了，我是来报名的。你要联谊啊？对啊，不行吗？不行，这种联谊都是给想脱单的人来参加的。你是单身吗？姐就是单身。你要是不喜欢这个说法，丧偶也行。行，参加吧，反正参加我也是单身。那可不一定。钱转给你了，和林夕的一起，一共200，剩下2毛钱呢，姐就赏你了。林夕也去啊？对啊。疯了这是，集体疯了。干嘛呢？丧着张脸。想不想寻找你的人生挚友、商业伙伴，还有 soul mate？ 不想。说不定你的 soul mate 就在我的联谊上呢。不可能。林夕报名了，下午4点啊！别说我没告诉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还在陈设，两位可以先去那边休息，好吧？你们三个能不能快一点？人都来了。哎呀，知道了。又是被喜羊拉来做苦力的一天，这还这么折腾，能挣到钱吗？挣没挣到钱我不知道，但我感觉他认识了半个学校的人。你们请，你们请，那个可以在前台领下号码牌，然后就是饮料自取啊。哎，你好。联谊会在这边，可以核对一下姓名吗？石厚，李乐是吗？好，里面请。那个可以在前台领下号码牌，然后就是饮料自取。哎，学姐，您来了。学长，那个上回跟您聊的 app 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好嘞，好嘞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好，那个可以在前台领下号码牌，就是饮料自取啊。林夕都在参加联谊了，你还不快宠我他？你怎么不救捧江一民？随他去，让他看看外边那些歪瓜裂枣，才知道我的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能坐这儿吗？啊，可以啊，谢谢啊。你就不怕他遇到个什么 soul mate？ 他那火爆脾气，谁能受得了啊？我看不见的吧。你是哪个系的？我是新闻系的，你呢？金融系。他呢就是装装样子，这个男生一看就不是他菜。你确定？当然了，江一民最喜欢喝可乐，最讨厌喝橙汁。这个男生3秒 out。 好像 out 的人是你吧。哎，没切完呢。给你们加点水果。别理他。他在聊什么呀？什么时候的？围棋？不知道，感觉特别投缘。我也喜欢下棋。还下棋呢？飞行棋吧。有空我们一起切磋切磋。但我下的不是很好，怕你笑话我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好啊，那你加我的微信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放手！你放手！我干嘛？你干嘛呢？我刚刚下晚来点，你是不是连微信都加上了呀？我本来就是来交友的，我加个微信怎么了？那也得看是谁吧。那个男生一看就很闷。你不闷，你广结天下善缘，你恨不得学校河里的王八都发展成你的客户。你不闷有什么好的？你不就是因为上次我放了你鸽子吗？你就不想知道我这么忙着都是为了什么吗？
还能为什么？为了赚钱呗。你不应该叫谢昂，你应该叫谢爱才。对，我是想赚钱，因为我想带你去看音乐节。你就哄我吧，我才不信。行，门票、机票、酒店我全订好，你自己看。带你看了一张假的，谁心想相公不过，带你看一张真的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些真是你买的？当然了，我每天下课就打三份工才攒到这么多钱，就想等你生日的时候给你。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？我折腾全是为了你，你还来联谊，还跟其他男生聊天，我的心都被你伤透了。错怪你了，我只喜欢你一个人，行了吧？嗯，你别生气了，瑶瑶。去拿果盘。我去拿饮料。你们继续。小西西，不好意思啊，拉你来还放你鸽子，剩下的联谊只能你自己去参加了。我都看到了，当你老板娘去吧。我也不是故意要背叛你的，谁知道他最近忙是为了给我买门票啊。我这都是为了艺术才决定原谅他的。行了，你跟谢阳就是藕断丝连，轻易断不了。那你问季军行吗？你不一样。我听夕阳说，是因为你来，他才来的。